好友情，苏有朋祝福吴奇隆觅到真爱。近日由苏有朋、林依晨主演的电影《甜蜜杀机》举行首映礼，久未在台露面的苏有朋盛装出席，以奶油小生形象出道的他，这次完全抛开偶像包袱，蓄起胡须演绎颓废大叔，真正是要将转型进行到底啊！我想很多人没见面，大家可能把中间那一段时光给遗忘了。我现在就是大叔啊，所以我什么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很 OK。同样是大叔年纪的好友吴奇隆，最近公开了和刘诗诗的恋情，相差17岁的大叔萝莉恋引起轩然大波，也引来了不少质疑声。但好友苏有朋却很看好两人的感情哦，公开送祝福。当然祝福啊，我觉得大家也知道，他们都不是喜欢炒作的人，所以当他很认真说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家就都很祝福，也没有什么调侃，也不需要八卦。那我跟诗诗没有合作过，可是我听就是我身边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。小编点评：好兄弟都梅开二度了，苏有朋加个油哦。